每一趟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Hello，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我是杰西大叔。那好久不见的莉莉，欢迎莉莉啊！嗨，哎，你为什么那么做音效？我对，自从我不给你掌声之后，你就自己自带音效了。哎，你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那么久没出现啊？我最近很忙。哎，嗨，大家好啊！我最近超忙的，我在台湾玩啊，就比较没什么时间。台湾玩，应该说你是以玩为主的部落客，所以你是一边工作一边玩吧？对啊，因为毕竟前几年就是没有时间在台湾旅行，然后想说现在也出不了国，所以我这阵子就去了报复性旅游。对，但其实也没有像大家，就是我最近看新闻觉得大家的报复性真的好报复性，但我真的还好。我自己是懒得看到这种状况，我是懒人太多了，对，我不敢出门。到澎湖还有什么台东，都觉得我的天哪，好恐怖哦。有啦，唯一可能就是平日去一下离岛吧，因为毕竟离岛可能也许会少一点点人，但是我觉得现在澎湖很恐怖。我也觉得你最好等花火节结束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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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也知道，我哥不喜欢人挤，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好恐怖。好，那这一集呢，其实是要跟大家来聊聊玩东京。你东京去过？而且你片头换了。你太久没来，你太忙了，要请到请小妹上节目已经是非常回归我们这一次其实要聊的是东京。东京你去几次？我去只去过一次。哇，哥去过了18次。你很夸张。我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除了台湾的之外去了18次。没有，我真的太日本了。那個、可是18次，你每一次大概停留多久？我每次都是，我觉得日本出国至少要5天呢、欸，所以5天对呀、啊，5天差不多。嗯，5天到还是3个月，差不多的长度。所以是跟你 long stay 是意思是一样啊，只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次做完，然后你我没有办法一次 long stay 那么久，好猛哦。18次，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东京是一个还蛮好玩的区域，那毕竟是不能讲它是首都。为什么它不是吗？它其实不是、欸，日本首都没有迁过来东京，它其实法律上还是京都。哦、真的，我一直以为真的，大家应该都以为是东京吧。反正他有一个乱七八糟法，忘记是什么法，反正就是我没有，我已经读完我就忘记了。反正他们现在名义上的首都是还是京都，然后是、哦、对政治经济上面的首都就是东京啦。哦，原来如此。对，反正就是有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你也知道他们是皇，他们是有国王，不是国王了，天皇。我记得是那一个相关的法律了，就是在探讨那个天皇立法的那个释法性的时候，有讨论到这个东西。哦，原来如此。对对对对对，这是冷知识。大家都去日本去到开始在读这些冷知识。没错。但我觉得其实东京的话，其实你可以当作是另类的放空吧，因为、哦、不好意思，我家狗在叫，没关系，他又开始咕咕咕咕咕，对，狗叫声音。像日本的话，他其实我自己很爱的行程，啊，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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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爸爸妈妈不在，对不对？又不在，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不理他，他就叫，没有，楼下有那个邮差。难怪邮差都很讨厌狗，真的，因为狗都很讨厌。好啦，就是我觉得东京很适合，就是吃东西、逛街，然后看新的东西，然后喝下午茶，然后继续吃。他们的下午茶是很厉害，就是他的
咖啡厅啊还有甜点啊，我这不吃甜点的人，我就觉得他们甜点都觉得他们甜点非常厉害，而且很多样化。对，就是其实一个国家的首都啦，暂且叫它首都，一个国家的首都，它一定是很多新的东西在那边发展。对，那它反正最新的东西都是在首都一定会先有哦。所以我自己排行程的话，在东京市区的话，都是吃东西、逛街、看一些新的物品，因为有时候还是可以吸收一些新的 design 啊，或者是一些新的品牌的概念，那刺激一下自己的视觉跟想法。因为有可能他们这种你这样想，但是他们可能不是这样子想，所以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怎么讲文化的冲击，或者是那种思考上面的冲击，来帮助自己脑袋不要那么钝。这是那你怎么那个啊？怎么找新的地方？就是你去了那么多次，乱逛啊，它一定会有新的嘛，反正就是乱逛。所以你不会事先先找好，你会去到那里再乱逛。如果有特别想看的点的话，就是有被比如说社群软体扫到的话，就会列起来。对，比如说有什么新的购物中心啊，然后比如说银座有新的购物中心，那其实也很久了，那两三年。对，所以我觉得是帮自己去日本的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对，需要一个借口去。超级需要一个借口。那我自己大部分每次去都是算是就是抓个五天差不多，因为其实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你根本就只剩下半天，剩下都是交通的时间。对啊，对。所以我自己会算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所以我现在去东京的话，我会先选择我这一次要玩的是东边这一边还是西边这一边。因为从东边到西边的话，虽然是同一个城市啊，但是你如果来来往往的话，你其实也蛮浪费。因为东京非常的大啊，超级大。东京是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哎、欸，我其实没有研究，但是觉得好像是我觉得首尔也蛮大的啊。但首尔好像有分，就是首尔是因为东京它是一个都规划在城市内，可是首尔它有点像新北市跟台北市的概念，就是台北很大，但是它台北市本身很小，大概是首尔就比较像那样。应该是啦，可能有，应该算是，因为东京都它有23区，它其实真的东边到西边真的要玩起来的话，会很跨非常非常非常大。我现在就是那东边西边各有什么？其实我完全没概念。我先讲我自己比较现在不怎么去的西边好了。那西边的话呢，从北到南的话，池袋、然后新宿、涩谷跟目黑，那这几区其实大部分第一次去的人都会去逛逛，尤其是新宿。那因为新宿因為漫画里面都会说涩谷跟新宿。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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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尤其是涩谷的话，那个涩谷的那个街头啊，然后那个八公口。那个狗狗那里，对对对对对对，狗狗的雕像，对，所以大家都会去那边晃一下，对，所以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去。可是西边是不是就跟台湾一样，就是像西门町那种比较年轻的？算是，因为你如果流行的东西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涩谷蛮多的，然后新宿也有一部分，但大部分流行的服饰那些东西，像什么109辣妹也是在涩谷那边。对，现在应该也没有这种东西。对，讲109辣妹就完全透露出我的年纪。对。听得懂，所以我们还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我妈可能就听不懂了。对对，然后目黑是日本的，算是有点像高级住宅区。哦，是啊，我有银座才是。银座很少住宅耶。哦，是
是哦，对，很少，就是比较像信义区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应该算是，应该是说呢，日本的他那个住宅区跟商业区，他分的很蛮明确的。哦，不会像台湾这样住商混合，会混的比较多。然后日本的话，他们切割的还蛮干净的。所以、oh. 所以你在不是说完全没有啦，但就是它的那个区域，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银座啊，它的地价跟那种整个房价那么贵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转来出租当商店？嗯，有这个需求嘛，所以他就大家都会把它出租出去啊，那些有钱人嘛。嗯，对。西边来讲的话，就大概如果不往更远的地方走的话，大概就是这几区。那可是西边有一个蛮好玩的，我自己觉得是西边的话，还有一个下北泽。下北泽我听过哎，对，可以去逛逛。那也是逛街的地方。有点算是比较文青一点点的店，它集中在那个区块。哦，好哎、欸，对对对对，下北泽，所以有很多咖啡厅啊什么的。对，然后那个跑去哪里了？鸟屋书店。鸟屋书店就是有南港有的那一间啊，好像就是鸟屋吧，就是很多人去台湾，很多人去朝圣的那个。那个到底念鸟还是？那个是念鸟吗？我也不知道，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念？管他，发音我要来查，是念鸟没错，鸟屋书店。哦，代官山啊，靠腰。哦，对，在那个下北泽顺路啦，但他代官山就是，我去过哎、欸，你去过哈？我现在想到，因为我表哥住东京，所以他那时候带我们走的时候有带我们去，但是因为是被带路，我就是不记得我去过哪里。那区我蛮喜欢的、欸，哎、欸，你真的很容易放空哎、欸。对啊，哎、欸，那一区很漂亮，我很喜欢。对，是真的蛮文青的。那一区也就是刚好下北泽过没多久了，然后他我是也蛮喜欢那边，就是比较悠闲悠哉一 点、很舒服，就是不会有东京那种很乱、很忙碌的感觉。对，它有点像是真的很棒蛋黄区了啦。嗯，对，因为你要知道，你知道那个东京有一条三手线嘛？三手线是环绕整个东京，所以基本上最忙碌的都是在三手线上面。嗯，对，那离开了三手线就好一点点。对对对，那我们聊了但西半边基本上不是我现在的重点，那因为西半边大部分都是大家都很熟。我们就讲一点比较我自己觉得小冷门的啦，但是应该也没那么冷门，因为玩到十八次其实已经开始在找一些新的，不然每次都去那些地方很无聊。对啊，所以东半边的话，我先稍微讲一下有哪些地方啊。东半边的话有浅草、上野、秋叶原、银座、东京，然后再延伸出去的话，还有一个澄清白河跟景细町哦。所以其实东半边真的我自己觉得稍微悠闲一点点，因为其实西半边像什么新宿就很容易迷路。嗯，对。那东半边我自己最喜欢逛街的区域其实是银座东京。对，我没去过银座。真假的？对，银座最忙碌，而且它周日会把马路封起来，变成那个行人徒步区。哦，它是很多那种高级的店可以买，是不是？还是各式各样都有？各式各样都有，然后像那个韩国那个很有名的，应该是乐天，对不对？对，乐天也在那边开一栋。哦，对，对对对，但那一栋我不喜欢。为什么？对，我有进去逛，感觉乐天其实没什么，不是很好逛。我个人觉得，我也自己觉得不好逛的，只有超市好逛。反正基本上呢，在东京，其实东京银座有乐町，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一区的话，基本上我自己觉得你可能要逛个两三天。那么大哦？对，应该说店很多，可以逛的选择非常非常多。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有哪些东西好了。好，所以反正我自己开始会现在开始发展的区域已经是开始往蛋白区走了。像我上次卡在那个东京那个飞机起飞的那一次啊，我就是住在锦细町，它就不是在三手线上面。嗯，那锦细町的话真的就是很有点像新北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比较当地人住宅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至少那但这东西就观光客就没有那么多啦。嗯，对。所以去过的人就可以考，去过很多次可以考。可以开始。不然一般人还是都会住上野啊或新宿。就是反正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蛋黄区。蛋黄区或者是三手线，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你自己要衡量一下，你到底去是要干嘛？你是要放空的呢，你还是要走走的呢，你还是要买东西的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嘛，吃东西买东西，所以我比较喜欢的地点还是在有机场快线的地方。对，因为买完东西呢。我们前几集都有聊到说，其实日本的地铁对于行李是相对来讲不是很友善的一个系统，因为你都要自己搬上搬下嘛，然后有些地方很难找得到那个电扶梯或者是电梯，对，那就很俩会很没错，会很抓狂。所以我自己最喜欢之前最喜欢的地方是上野，因为其实上野的话呢，它两个机场快线就是 JR 的NES 跟那个京成线的Skyliner， 它都有停靠在上野。然后我觉得上野很方便。对，然后我有找到一个饭店，它刚好就是在出口旁边。所以也就是说我如果回程的话呢，我扛行李从饭店到那个到月台可以少于五分钟。完全就是一个走一个懒人的一个方法。可是真的行李箱最重要。对啊，就是你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放行李最方便的住处。对，所以其实应该把它拖。对啊，因为其实你可以不用最后前面住上野，但是但就是最后一天放在上野就好了。对，我也觉得。对，可是我自己懒，自己超懒，就是我很懒得换。换饭店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很痛苦。对，很痛苦。就是换饭店，就是你还要经历所有东西都要经历过一遍。对对。尤其是你所有东西都 unpacking 完，就是全部打开之后，你还要重新要再放回去。哦，我五天最多接受换一次饭店。真的会很痛苦。对，我没有办法接受换。我是过来了。你有啊？对，你有。我上次有聊。因为我都会换很多饭店，因为我要想写文章啊，所以我都会换很多饭店。你没办法，可是你的行李都已经整，应该都整理成很适合。我现在都是对 SOP 制式化，一包一包。你是一包一包吗？对啊，对啊，所以很会整理。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就是 Skyliner 跟 NES 嘛，但是很好玩的就是羽田机场呢，我是自己不爱的。嗯，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羽田没有任何的一个机场快线是直达到市区，都要转，这样麻烦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最讨厌羽田的部分就是你一定得转，至少转一次。嗯，对。然后我真的很讨厌在日本的地铁转车，尤其是大包小包的时候。而且日本，因为日本地铁很多时候人都很多，然后你转车你压力超大。对，他其实会，尤其带行李的时候，会盯着你看。对，然后你又原本你自己人一个人都已经很难挤上车了，然后尖峰时间你刚好遇到尖峰时间的话就很惨。对，我有遇过一次，我觉得很痛苦，压力很大，无敌惨，超级爆炸惨。所以我自己很不喜欢是去羽田啊。
建议还是成田，成田。我自己还蛮爱成田的，因为成田的免税店也比较大。应该它还蛮好逛的。哎、欸，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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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田的航厦比较大，免税卖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你其实成田的票价，机票票价会稍微便宜一点点，跟羽田比。我自己有比过啊，因为大家都觉得羽田松山羽田比较方便，可是羽田比较近的。羽田距离市区其实很近，但问题是你也不可能住机场啊。对啊，你还是得，你还是得动啊。对啊，你还是得动，你还是得动啊。因为那问题是成田的话，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成田的话呢，它大概一个小时多，你基本上你搭飞机过去其实会有点累，所以你就干脆就是直接当做休息时间。对啊，因为成田的话，其实它的整个机场快线设计的很方便，一到的话马上就可以就那个、就可以离开。那羽田的话呢，因为都没有直达车，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上次有跑过一次，大概快一个多小时吧，就是还有转车那些有的没，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要花那个时间在搬那个大行李，我觉得那真的蛮累的。所以这个方式推荐给大家，就是你自己斟酌啦，因为你可能觉得你搬行李你 OK， 然后你还没有体验过怎么搬一个二十几公斤的行李，然后上下阶梯的话，欢迎去东京练练你的背力哦。对，手会很酸，加油！我真的不想，我跟你讲，我如果有预计要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会带护腕。对，会手很容易扭伤，拉伤超恐怖。对啊，对啊，我也拉过，很可怕。啊，真的，你都拉过，你这个年轻的也拉过。我那么长，我那么长航行李。真的，你，我真的觉得你需要那个弄一个护腕。我都护腕，我都买护腕。重要。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刚刚讲了东半边、西半边，还有交通方式，然后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比较爱的东半边。那东半边的话，我自己最常住的其实就是上野。上野的话呢，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住玉图町站或者是上野站。那我刚刚讲过，我其实懒得搬，所以我基本上会是住在上野站。那玉图町站的话呢，他们两站的距离其实没有很远，大概500-600公尺吧。所以有一些比较多买东西的地方，其实在玉图町，玉图町站。那上野的好处就是呢，它的吃的东西很多，然后有些名店也会在那边有开。所以其实如果真的不想要去新宿那边挤的话，因为我自己觉得新宿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出口十几二十个跑不掉，然后你很容易在它的东口啦、西口啦、南口迷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是它的终于东口要通西，可以有一个路径可以通西口了，然后不用进站，终于。对，我觉得日本很多这种要进站，我之前去大阪也是啊，大阪车站。大阪没有，就是他们很多城楼，然后又很多出口东西南北，然后有些要进站，有些不用进站，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现在到底要怎么走才到了地底？新宿站是最像是地底迷宫的，它因为它我没记错，有地底16-17楼还是10层楼，忘记了。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定会迷宫的路线，而且它那边失火好可怕。对啊，而且它那边交叉的路线系统至少有。好多个，我讲系统就是 JR 一个嘛，然后那个啊，算了，地铁对，那个都营的好像也有，然后什么小天吉也有，反正就是那个那边汇集了很多系统在那边。
所以他们的地理结构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会建议啊，你真的迷路的时候，你先回到地面啊，至少地面你还有一个方式。我也觉得，因为其实大家在台湾生活久，会不太习惯，原来一个交通大众交通工具有那么多个公司跟这么多个系统。对，这个其实是日本旅游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最怕的就是我到底要怎么转？对，然后也搞不清楚票要买什么，怎么什么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不能用什么之类的。我其实最懒的就是西瓜卡。对，就是不用买那种，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什么几日券，对，几日券，我觉得没有用，分公司没用，然后你有时候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很划算，因为发现很多东西你还是得用一张西瓜卡，因为都不能用。而且因为。你要去的地方不一定是那个系统到的地方，对，你可能要比如说 JR 换什么都营啊，或 Tokyo Metro 啊，那除非他功课做得非常足，对，然后他真的都算得很清楚，那就我觉得不可能，我自己的实战经验是用不到，真的，西瓜卡啦，西瓜卡是最实，对对对，你就直接用西瓜卡刷就好，而且现在 iPhone 可以直接绑嘛，所以你也不用买，对，你有试过了吗？方便。我有啊，我有一张。你有一张？我没有用 iPhone 那个超方便，不用开机呢。你赶快。好，等我可以去东京。哎、欸，而且真的，我真的建议，就是大家有 iPhone 的自己去申请一张，那个超级无敌方便，而且储值的部分是用刷卡的。嗯，对，直接逼一下，而且就是逼的。因为日本人你也知道他们弄得很极致很变态嘛，所以他们进站速度是超级无敌快的。哦，那很好，因为韩国的我记得感应会有点慢啊。是，对啊对啊对啊，韩国的超慢的，我自己觉得上也差不多讲完了，反正你们要去玩的地方 大概就那一些嘛，反正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住上野，我就觉得就是你其实也不用查做什么功课，你就是很多好吃的，然后很多好逛。对对对对，它很密，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漂亮，在上野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星巴克。嗯，对，嗯嗯嗯，我自己是没有去上野动物园了，我很小很小的，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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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有去过上野动物园。对，好，那下一个地方呢？除了上野之外的话呢，东京的银座，东京站跟银座站也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区域。那东京站最特别的是，因为它其实是有点像台北车站，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系统啊、公车都会在那边有交错。那如果你住东京站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考虑搭巴士。嗯，对，因为巴士站比较方便。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刚刚其实忘了讲这个交通的部分，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懒得搭电车搬行李的话呢，很多市区的饭店，会设有那种利木金，就是利木金巴士。那自己我们就不讲细节，反正你自己去查。那基本上大的饭店都有，然后你可以找你的饭店的附近有哪些站。然后东京的话，那边还有一个京城巴士，反正就是不同巴士公司的机场接送。自己可以考虑啦。那东京站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地方是呢，它距离其实它旁边就是银座，所以你可以东京站绑银座一起。然后我有住过东京站两次，那我自己觉得虽然它要移动一下行李，但是方便度也是蛮够的，因为你可以在东京站选搭 NES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巴士。对，那附近这边附近的饭店也很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旁边就是皇居。哦，是哦。对对对对对对，它皇、对对皇居，它基本上呢皇居在东京站的西边，银座在东京站的东边。这样这里是不是比较贵啊？跟上面那边或西边比起来，不，我觉得在东京市区都一样贵。是啊，
你如果要省钱的话，你可以考虑住到远一点的地方，是细流，或是 Airbnb。嗯，细流是一个，也是一个站名啦。哦，对，没办法，你比如台北，你住台北车站附近饭店也很贵啊。嗯，对，但是它好处是它因为是皇居嘛，皇居的旁边它通常不会有太多高楼，有点像是怎么讲，大安森林公园那种感觉，就是围绕着。那你如果想要参观皇居的话，可以进去哦，你要稍微预定一下。我要预定。嗯，对，要预定一下。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种，不是我没有那种历史。他们住在里面吗？他们住在里面，所以你能逛的地方只有一个小区域，就跟那个伦敦的肯辛顿，它里面很大，好不好？超级无敌大的。上次听他们解说，就是他们里面养了超级无敌多人。啊，对啊，那个感觉都是。对，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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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反正就是皇居又是另外一个日本皇室又是一个可以讲很多阿里不扎的故事的东西，但我不擅长。有幸参加过一次啦，就是参观过一次。那它里面就是真的是维护的还蛮好，但是你参观的行程呢是不会走进任何一个皇居建筑物，你就是从外面走过去而已。哦，所以主要就是去听故事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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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买纪念品。对皇居对历史有兴趣，跟皇室明信片有兴趣的人就可以。不止明信片，它还有一些什么餐具什么鬼的。那种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不要这样子，有些对于历史冒犯、就是那個的意思、啊。但是因为我去比利时啊，然后英国也有很多这种，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买一个。人家是我国家的国王跟皇后，你不要这样子，人家是皇室。哎、欸，拜托，我跟你讲，他们出巡的时候是有专用列车的、欸，开玩笑，他就是从东京站上车。嗯，对，这对啊，就是各国皇室就是都蛮厉害的。哦，我要大赞大称赞一下东京。你如果真的完全是一个懒人懒得走的话呢，东京车站的地下街美食街。够你吃的，真的哦。对，而且它还有拉面一条街。哦，想吃哎、欸。对，它里面基本上在东京站就可以完全你吃不完。地下街。对对对对对对对，欸、而且在日本桥，一直忘记太多桥。可是东京的地下街是可以刷卡的。可以啊。哦。基本上地下街没有，我没有碰过没有不能刷卡的、欸。反正银座的东京跟银座的话呢，我自己还蛮想住的是下一个许愿清单啊，是木吉开的饭店。木吉有开饭店？木吉有开饭店啊，开玩笑，而且所有备品都是木吉的，而且你可以带走。哇塞，超级大妈心态的，所以他就是用那个木吉的风格去设计那个饭店，他就是在银座。对，我想去。对对，所以你去的时候，他可以它里面就是木吉的下面是木吉的概念店，所以它的装潢也还蛮……我没有走进去，我上次为什么不走进去晃一下？贵吗？啊？贵吗？一般呐、啊，它就是银座的价格。4000左右，应该我觉得没有那么便宜，应该是5000，我猜。我、靠，好可怕！我马上给你看多少钱？多少钱？啊，4100、嗯、，OK 耶。对啊 ，OK。我觉得 OK 耶，很 OK 耶，因为阿帕姐是3000。嗯，那就其实还 OK。而且你如果可以，你很多人的话，他会有比较大的房型，两张单人床那种。嗯，对，但不是这个价格。所以木吉 Hotel， 然后基本上很多有名的甜点餐厅都银座都有分店，所以爱吃甜点的话，除了刚刚讲的代官山那边有一区是那里超多，也是甜点店，就是你也知道那种贵妇啊，
下午没事就出来喝个下午茶，就是哪边贵妇多哪边就有甜点店。没错。好，反正跟中山一样。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反正天母烤鸭、天母我很不熟了。好，反正东京一座就这样子啊，反正 你们自己会要去查那个自己会去逛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嘛、反正就是自己注意一下。他其实有东京站旁边还有一个站叫游乐町，游乐町会比较距离那个核心，就是银座核心区会稍微近一点点啊，不然的话呢，你就要搭那个Tokyo Metro 的银座线。对，他们有一个银座站，它刚好就在上面，所以其实交通路线来讲的话，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要搭哪一条线。那我自己是会用那个城换案内，上次有讲过嘛，反正再讲一次，就是城换案内这个 APP， 你要找雅虎的城换案内，然后你把地点标好，起始点跟目的地，你就可以知道要搭哪一条线最快或者是最省钱。好，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区域呢，我自己蛮喜欢逛的是浅草这个大区域。那为什么喜欢逛浅草？是因为浅草这个地方，它算是蛮古色古香的啦，相较其他地方。对对对，你有去过吗？浅草？我有去过浅草市。就是那个大灯，就那附近大灯笼嘛。对对对对对，就那附近，它其实就是长得比较像是古代的日本，会有一种小小京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那个区域，我现在还在拉我的这边走。可是人真的非常多，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我建议你知道就是假日不要去，人真的很多。我去都不是去浅草看那个大灯笼。我都是去因为他们那边呢有两三间很有名的鳗鱼饭的老店。哦，我知道。对，可是因为我不吃鳗鱼，所以那时候就没去。你很多东西不吃，你是挑食鬼。我真的我挑食。对啊，完全不想反驳。不想反驳啊，就不吃鳗鱼，不吃鳗鱼，不吃甜点。反正有一间店呢，老板娘很有个性，我还蛮欣赏一些老板娘很有个性的店，它叫色川。那它是卖完为止的店，而且进去不能拍照。色川哪个色？哪个川？颜色的色，然后川流不息的川，河川的川。没有水字边的那个，对，好，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对，那这一间店真的比较好吃，因为它是在你面前煮给你吃的。哦，烤给你吃的，烤这样烤的。那不会很臭吗？不会，我觉得蛮香的。是我想要吃出来不会有那个烤肉味。还好啦。然后另外一间店呢叫做前川。嗯，前面的前吗？对，前面的前，然后一样河川的川。我自己排名啊，色川排不到再去排前川。哦，好。但前川的好处是呢，他在我忘记是哪一部日剧有出现过。他们两间距离蛮近的。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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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前川可以看到整个那个河边。嗯，对，然后色川没办法。嗯，色川没办法，色川是很小的一间店，然后老板娘脸很臭。嗯，对，生气，对，很生气气的那种店，但是他烤的真的、真的很好吃。好的。然后我自己会去浅草的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旁边还有餐具的一条街，所以你要找一些特别的餐具的话，他们那边旁边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卖餐具的。它名字叫什么？你找浅草餐具街就有这种资料了。哦，对对对，它是一条，它其实不是，反正是一条路了，就刚好就在浅草站的那边，横着一条。嗯，对，然后浅草站，那我可能有经过过。它其实比较接近那个田园町这条站，然后那是什么？它也叫道具街。嗯，你就记得上次大阪我们有讲，大阪也有一个道具。对对对对对对。那它里面的基本上你要找的各种各型各色的餐具你都找得到。嗯，
日系的、洋式的都通通找得到。哦，对对对，好欸，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啊。然后我还会干另外一件一般人也不会干的事情，就是在浅草这附近走路要走蛮一阵子，但是你可以搭公车或者是地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寺庙，是飞行相关的寺庙，叫飞不动。飞不动，对，飞不动寺，然后它叫正保院，然后就是飞行神社。日本其实很，对，日本有很多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神社，然后拜各种不同的地方嘛。啊，因为之前很常飞，所以就会想要求一个，我又是飞机迷，所以我就会想要求一个飞行相关的御守。嗯，所以你可以去那边。你如果对飞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可以去那里。对对对对，他有贴纸，什么飞行安全呐，航空安全呐。我跟你讲，里面对很多那个考试，空服员考试或者是机师考试，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海外的，都会去那边求一下。嗯。然后那边这间有出现在那个，也就有出现在某一个机场参观日记，我记得没错的是 Tokyo Airport， 嗯，森田恭子演的，没看过，哎，没关系，你不上空迷，对，好啦，反正浅草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延伸出去的话，你可以去Sky Tree 天空塔，那天空塔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去天空塔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别栋，就是有一栋独立的，那吃的那边的话都没有人在里面，然后基本上都不用排队，我真的觉得那边动线设计蛮妙的。可是天空塔就是晴空。对啊，对对对对，晴空塔，晴空塔，晴空，讲错、哦，对 ，Sky Tree。哦，对对对，我也没去过。我去了一次皮皮叉，因为太高了，然后那天很晃。是哦。风很大，竟然还会有感觉，有感觉得到晃。我怕怕。好啦，反正这边大概西半边稍微跟大家带过啦。那我相信大家自己都想要看的东西，比如说东京很多那种什么猫咪咖啡啦，什么什么猫头鹰的，啊，女仆咖啡啊，对，各种咖啡，东京很多啦，各种咖啡你都找得到。嗯，大家可以慢慢去摸啊。对，那除了东京市区之外，对呀，啊。东京市区之外的话，你可以逛的，我先讲一个可以当天来回的点，就是吉祥寺。啊，我以为你要说东京迪士尼。没有，迪士尼我不用介绍吧，大家常去就会去啊。吉祥寺是庙，对，它是一个寺庙，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站。那因为它距离市区有一点点距离了，它是在新宿的西边。嗯，那因为它距离东京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它因为有寺庙的关系，它旁边的商店街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点哦。嗯，所以有些购物些小东西在那边杂货可以考虑去那边逛逛。它那边也有那个市场的东西吃的也蛮多的，反正可以留个半天或者是0.8天在那边晃晃。哦，好欸，对，没听过。嗯，然后我自己有住过横滨。横滨有什么？横滨的话，我自己可以觉得你可以花两个住两个晚上。对，住两个因为它其实横滨有点像类似那种很高雄的感觉。我就是有点靠海的。它就是靠海。哦，它是哦。对，它完完全全就是靠海，然后它的 view 很漂亮。我自己觉得它的港边的设计的方式还蛮干净的，然后它交通也蛮方便的，因为它其实区域里面都有接驳车。嗯，对，那你就可以去，比如说我很喜欢，我其实还蛮喜欢他们有一个叫做红色仓库，那它是有一个港边仓库改成的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蛮多的文创的东西。嗯，对，然后横滨的话呢，你其实如果要住的话呢，其实要住在樱木町，不是横滨站，横滨，对对对对，横滨的下一站，樱花的樱，然后木头的木，樱木町，町，那个是念町吧？对对，反正这一站会距离港边比较近，反正就是很，我自己觉得还蛮古色，蛮
古色古香吗？古色古香是在它的中华街的地方，就是横滨的中华街还蛮有名的。因为横滨的它中华街的话呢，有点像是华人去日本的首站，所以它其实保留了蛮多日系华人街的那种感觉。嗯嗯，对对对。然后现在正在 Google 横滨，蛮美的，很美很美，我觉得蛮美的。就是离开市区的话，你真的可以横滨可以住两个晚上，一个晚上我都觉得很赶。横滨真的蛮漂亮的。对对对对，因为它还有它其实那边港边很多东西可以慢慢逛，你不用急，就是我去玩就是定点之后，然后放空休息，不要就是赶成那样子。而且我自己觉得横滨最好最方便的，真的他们真的日本人很多有设计的，就是在樱木町的旅游服务中心的话呢，你如果离开的时候要回市区的时候，你可以把行李丢在那边，然后他们旅游服务中心会用黑猫寄到你下一个饭店，所以你就不用把行李拎到饭店。这就解决了我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大力称赞横滨。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服务。嗯，不然很方便啊，我就直接把行李丢在某个地方之后，我就去玩，我就不要把行李再拎到下一个饭店，这超麻烦的。而且每次很麻烦啊。而且每次这样子还要移动的话，就要再多花一两个小时。嗯，对，所以旅游的时候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没错，对，你的时间是拿来放空用的。没错。好，然后下一个点呢，就是近郊的点，大家最常去的是清景泽。我姐超爱这里。我也蛮爱的，因为她真的很喜欢逛街。哦，那个，她真的 Outlet 很好逛。这个 Outlet 呢，因为之所以好逛，而是因为它的品相蛮足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它 Outlet 有多大，如果你没去过的话，我用 Google Map 稍微量了一下，它不是正方形的，但是它的横它大概是一个600公尺乘400公尺的一个大区域。那这个区域大到呢，它整个 Outlet 里面还有接驳车，因为它不是让你那种正方形走来走去的那一种，它是一个 W 型，所以你不能走直线，所以从一个东边走到西边，你可能要走二十几分钟。哦，很大哎、欸，超级无敌大的，就很痛苦、哦。可以逛好多天哦。我的建议也是两个晚上。嗯，对，我之前有跟表姐去啊，然后、我自己私心建议啦，你还是住在王子饭店。原因是因为这个 Outlet 是王子饭店的，那可能他们有优惠吗？就是比如说住客没有，哦、好吧。但好处就是呢，你拎着就可以回去，就可以到饭店了。嗯，就不用扛很久。对，但是因为王子饭店在那边至少有大概三四个馆。嗯，对，那王子饭店其实稍微贵一点点，那你如果真的要省钱的话呢，你就要拎比较远一点的话，那边也有在清景泽站有一个阿帕，嗯，对，阿帕 Hotel。 那我自己是完全不建议你当天来回，因为会很非常无敌赶。嗯嗯，对对对，所以清景泽最早最少我会建议你留一个晚上才会好好逛，因为那边从东京市中心到清景泽要多久？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内、哦、很快，因为新干线嘛、嗯、而且你可以买那个 Tokyo Pass， 我记得有一个 pass， 但就是早一点起床啊，可能九点就到那里。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逛到晚上九点。没有没有没有，他那边六点还七点就关了。哦，那么早、啊、对、哦、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你不能你一定要好好的。那除了 Outlet 之外那里有什么？除了 Outlet 之外呢，他旁边有几个店啦，那清景泽他那边有一个商店街，可是那商店街在夏季的时候才会比较多人。嗯，对，那商店街的话就是真的就是逛街。那我但他没有大自然吗？我以为清景泽有那个，他有大自然，湖啊，森林什么？森林蛮多的。那你可以在清景泽站，然后租个脚踏车。但因为是森林，有上坡跟下坡，个人强烈建议你住电动的。哦哦哦
然后青井泽这边附近的话呢，它有一个中青井泽站，然后延伸出去的话，那边有几个石头教，有几个景点了，比如说石头教会啦，然后新野温泉，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小小的购物区。我自己觉得设计的都还不错，就是在中青井泽那边延伸出去往上。对。那我自己没有拉太多太远了，因为再往远一点走，它其实附近还有一个温泉区，草津温泉在这个附近。哦，我听过这个。对对对，但是你一定要开车。草津温泉你要租车。没办法直接到，不然到不了。对对对，所以青井泽的话，大部分人来这边就是逛街，然后一个小小的 tips 啊，就是他们因为餐厅的关系，就是餐厅就只有那几间，你如果不想走远的话呢，请你提早定位。对，因为那个如果餐厅打就是 outlet 打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蜂拥而至的去吃东西，对，所以你一定要赶快先抢好。对，反正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在这里逛大街啦，反正很恐怖的，很恐怖又很大的一个区域，每次走到这边就会想要回去休息，然后睡个午觉再继续逛。那除了青井泽还有什么？然后我最后一个要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富士山这个区域。那我自己也觉得你可以花个两个晚上，就是三天的行程在这个区域，因为住一个晚上我真的觉得在这里完全不够。对，然后当天来回的话会很赶很赶，我有试过当天来回。那当天来回你可能就是上山看个富士山，然后旁边吃个东西，然后你也没办法在附近好好的逛。就要回去了，因为从新宿到这边的话至少要三四个小时。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参加一日游吧，如果没有没有办法住的话。现在有好一点点啦，就是每天有一个忘记是每天还是每周末有一个限定班次是从新宿直达富士山。可是就没有爬，没有走上去吧，应该就是在下面看。没有，我讲的是火车啦。对，有一个火车是直达的，然后不然的话你都要在附近的那一站叫啥回大月。对，你要再转过去。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富士山你可以住个两天，好好去逛一个整个区域，因为它整个区域还蛮大的，而且你都是还是在富士山的北边。你有爬过吗？神经病哦，我才不要爬嘞！你没有爬过？我有一个朋友爬过，然后。他那时候都没有带任何装备，他就是穿个 T 恤就这样上去，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功课，然后被骂吧，差点死在山上，就差点死在山上啊！因为一上去之后才发现，哦，开始下冰雹啊。可是，他们我没记错啊，富士山只有夏天可以爬。可是他因为很高吧，很高，气候变化很差，其实蛮多的。对，然后他从应该是都大部分都是从五合目走，一直往上走，走到就一合目嘛。那很惨，没有训练过的人都会很惨。想要看的话，就是去看那个，我记得《时尚玩家》有一集，《时尚玩家》有爬吗？《时尚玩家》有，但是他我记得是莎莎，然后莎莎有上去，然后凯乐最后有问题，好像高山症的状况。对对对对 对、哦，然后他就。没有上去，留在那个山庄里面。对啊，对啊，因为他们就说那个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因为我朋友他沿路就看到很多阿公阿嬷都来爬，他就觉得哦，那应该还好啦。然后结果他爬到上面，他说他真的快死掉。哎呦，这个真的不要，这种东西真的不要勉强，因为这是你不熟悉的山区。好，回到旅游啦，我们走一点平和一点的路段，就是我自己会建议如果你不敢在日本开车的话，你可以在富士山这个区域开车，因为相对来讲车子比较少。对，
那这开车的话比较有办法好好的逛这一区。嗯，那但是你如果 不想开车的话，也是可以坐接驳车，它的旅游接驳路线设计的还蛮完整，只是差别差在就是你不能说走就走，就是、就是要等它接驳车的时刻表，而且还在旺季的时候很容易客满。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你会花很多时间在等接驳车，然后我自己觉得你可以租那种日本最小最小的那种像是面包车 的那种车型、那个还蛮便宜，大家在那边移动。那我上次去的话是住在山中湖，那富士山那个湖，应该是说啦，富士山车站的那个湖叫做河口。那整个富士山那边有富士五湖，五个湖泊在那边，还有什么西湖啦、本西湖、本赛湖，反正有。金镜湖，反正就有很多湖富士五湖在那个在那个地方，名字我真的不确定有没有念错，所以你可以去住在湖旁边都还蛮漂亮的，而且河口湖比较特别的是，你如果拿那个日币，忘记是千元还是万元的那一张，它其实那个景就是从那边拍过去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河口湖跟富士跟那个山中湖中间，其实还有蛮多景点，比如说像是人野八海，那它的八海其实就是八个小池子，然后是富士山流下来的水的涌泉，而且无敌爆炸清澈的，所以哦想去，对对对对对，然后听起来很美，它提醒如果很那个中国游客少一点会。更美，每次都是被中国人给破坏。中国大妈，他如果他中国大妈也还好，可是中国大妈不要喊来喊去，那个就不是中国大妈。哦，对，富士山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季节可以去，就是在樱花季的时候。但是你要掐时间，因为日本人绝对掐得比你准。对，他们很厉害。对对对，因为他们就住那边，想去就去啊。那富士山的话呢，如果通常啦，富士山的住宿，如果你看得到富士山的话的那个饭店都比较贵。对，看不意外。对，看得到越完整越贵。完全不意外。然后如果你要去那边玩的话呢，如果是开车或者是其他搭巴士的那种路线的话，它旁边有一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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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青井泽还要大的奥雷，叫玉电厂，玉电厂的奥雷。对，反正就是一整个买不完了。对，就是像各种朋友想要在旅行中，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喜欢逛逛outlet的蛮多的。对啊，因为我的频道背包客比较少一点啊，背包客因为背包客旅游的专门 podcast。 我的、对 我是那个不是背包客这个系统的。对，不是背包客就比较没有钱去逛街。对对，没有啦，就是每个旅行的形式我们都予以尊重，而且没有对错啊，你喜欢用背包客的方式去玩，那是你的一个风格嘛。那但是因为大叔的风格就不是背包客，没错的风格。你现在能背包客吗？我问你。我一直都不是背包客啊，我就是有行李箱的。为什么有拍照的声音？你在拍谁？哦，我刚刚在截图那个照片。对啊，你截图，所以你最喜刚刚讲了那么多，我们收尾的时候来问你，你最想要去刚刚讲了那么多点，你听到我的形容，你最想要去的是哪个地方？横滨。因为你偷看了横滨的照片，对不对？而且富士山我就想上去啊。哦。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也觉得你要锻炼好才行。你先对啊，我连台湾的一些山我都觉得。你先爬个玉山再去富士山吧。对，我觉得好像是，可是玉山应该就已经很难。我最近有在想澄清湖啦，澄清湖感觉好像还不错。再讲一遍。澄清湖吗？高雄澄清湖。不是啦，不是那个宜兰的那个叫什么家？
嘉明，我想陈金虎跟嘉明虎差那么多。陈金虎好像不是陈金虎，陈金虎在高雄哎、欸。我以前的学校就在澄清湖旁边呢、欸。是啊，嘉明湖，他就在澄清湖是有九曲桥的那一个啦，靠腰。然后蒋公行馆，我也很，我大概、哦、我也二十，我二十几年没去了，所以我也没查。好啦，神经病，为什么从日本扯到澄清湖？我讲要爬山啊。好啦好啦，反正就是很简短的。没有很重点的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往下或者是敲完那个你们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刚刚、因为刚刚讲的都是每个区域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然后没有很深入的，如果那我可以下次可以在下面留言啊，大家如果对对哪一个区域有，然后大叔要呼吁大家拜托一下，那个我知道你们都有在听，因为我们现在收听数已经破算破五千了吧，哦好高哦没有啦，还有很多更大的大咖的 podcast， 反正我就是小本经营，佛系经营、但是你收听的时候呢，麻烦 没有留言也给小，至少 给大叔一个五星吧，用 Apple podcast 的给大叔一个五星，然后知道让大叔知道你有在听、那这一集呢就是到这边，然后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到这边的很厉害，谢谢、对，大概只有 40% 的人会听到听完整听完、真的对，大家都没来听，没关系，有40是40、欸、冰崩啦，你有在听吗？冰崩冰崩好像也很少听完，突然点他，看他会不会听到。好啦，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拜拜哦。